过来，然后哎、欸，都会放枪哎、欸，莫名其妙、欸，受不了哎、欸，他们抱一个 B 过来都放枪哎、欸，好爽啊！看我刚两次退坑都要退到的，我刚6644啊，结果就是 被摔了、啊，莫名其妙。哇，拳王哎、欸！哇，我的角色其实打拳王，除了千米好像没什么好打。啊，可以下去啦，可以下去啦，你应该要输啦，我看。给他个机会。古代啊，古代难打，对。古代真难打。拳王，我觉得这个版本也还算是可以的。啊？哦，这个版本的拳王，对吼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认为他变强嘞、欸，他变强了、啊，而且他那个1146打到过来变加三，就是你要么可以连转，要么就是变得更好折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硬转，可以硬转折，对啊，这其实是差很多，差很多。哇，我看你炸得很爽啊！拳王，我记得拳王其实不怕炸，对啊，他直接转就好了。就是看起来不会，让他觉得我会炸。转，哎、欸，他是没反应是不是？其实那个暗影科技应该不难才对啊。哇，好龟哦！我的天哪、啊。对啊，拳王就是拳王这样龟龟的打，对啊，就是龟的，然后46P， 那古代什么都不能做。哦，角落的这样有机会，角落有机会。陷阱，先抢个血。再指令头一次。喂、欸，他知道哎、欸，他投屏了。完了，指令头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猜对了，你运气不错啊。小心啊，先爆了，对，先爆再说啊。哎呦，哎、欸、你用踩就死了。等一下，以你的反应，就是等他46P就吸。哎呀，要是以你的反应早就吸啦。再年轻个十岁，哦呦，退！看这摔怎么这么……哎、欸，有，摔怎么这么短啊？你可以用2 MP 啊，你刚一个2 MP 踩脚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怎么用？想用你都退康了，还用摔？没有，我刚本来就不是要退康，哦，你就是哦你，我其实是先是要第一时间是退康，但是他没解摔啊，所以往前就在往前走哦，所以他解摔的反应太慢了。拳王到角落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。我、哦、要硬转他。哦，你选后后也是不错了。哦，换了。嗯，雀凡。对。啊，我觉得要指令头，看你哪，有没有？这就是霸气。你看他打你就会放枪。哦。这就是霸气，有没有学到了？有霸气，霸气。霸气。有了啦。指令头了啦。有了啦。啊，解摔。最不能我就觉得，我就觉得他差不多该受不了解摔。最不能的选项就解摔了，还敢解摔啊？你给他示范一次，就是他是1246P， 你中间吸耶，就有没有站这个距离，然后46P， 你看他发亮光就吸耶，好想看那个反应哦、喔，好想看那个反应啊，要先读吧，转都来不及转哦、喔，可以好不好？再转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以前认识的你绝对可以啊，哦、是这样子。现在怎么可以说不行呢？如果你坐我旁边的话，我看到你转，然后再转。你这个是看手吗？这个垃圾啊，这不行啊！我以前是认识的你是网路都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以前看到绝步对不对？看到绝步都中间就升龙啦。还想钱钱？你先集个三颗气，我等一下先看一下，绝对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OK。那他主要是他不会用 VS 去对那个炸地啊，是感觉被炸爽爽的。哎呦哎呦，他居然不敢摔我，對啊、他摔我就没事了。对啊，这就是霸气。他直接清拳了，他应该暴毙了，下东角暴毙，正的，暴毙了，还不敢暴毙，哦有有有，有有有，哇哇，哎呦啊，他想对空，他好像按一个什么轻脚啊，指令头，哎呦呦，哦好快啊。这个反应绝对是可以46P 的、啊，看他该表演的嘞。上路拳比较好解，啊，这个拳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这个反应够。哎、欸，你刚那个反应很好啊、欸，因为你用下轻脚，然后看到那個、哇，这个反应不错哎、欸。我刚看你也不是预先转的、啊，你是下轻脚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到、啊、你看到他跳你才转的、欸，反应很快、欸、因为我的话，我有时候我会预先转。哇，漂亮，这个逆二者。哎、欸，你把气花掉，这样怎么表演？是不是故意的、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只是想说，哎、欸、干。干！你这样把计划掉，你是不是故意的、啊？指令头可以结束他。啊！啊！完了，暴毙，没关系。
啊，还有指令头了，指令头，不要晕都没事。哦，指令头，快晕了，快晕了，快快晕，快晕，快晕，快晕。哦，漂亮，这 V 反漂亮。他应该冲过啊，死了，还没。你按什么正一吧？你按中脚哦，难怪被点。如果是后果的话，就刚好。对对对，再砸一次就可以变身了。完了，我看你是要死啦。没有啊，还有灯呢。啊，也是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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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一四六皮过来硬折，有没有？哎呦！哎，我看到你。是啊，我看到他好像按太早。哈哈哈。这对决真的不好打啊！哎。有，哎、哦、呀，这好嘞！他怎么常常都在角落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对啊，他力回真的。对啊，这个不行啊！这个力回的程度真的太容易到角落，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啊！那拳王大古代怎么会一直被逼着打嘞？最空啊，没对。哦，有有有有，啊，换你到角落啦！哎呀，我看你是要死啦！凹凹凹凹他凹他，凹凹就赢了，没事没事。我换你在角落了，你一下就出来了、欸，他不敢啊。对啊，这就是霸气，好不好？他放你出来，冲他小啊，他到底会不会玩啊？不是啊，他都把你关角落了，为什么不继续？为什么？啊，玩啊，还自己溜溜啊？哦，靠边，他居然没有后滚、哎，那个要我会被打下来的时候。哦，是哦，好险好险，没事没事，看去了。要暴毙咯，要暴毙咯。有，懂，嗯，哦，有了 ，CA 就死了，动，啊，你绝对不敢动的、啊，再摔他一次 ，yes， 还没死，哦，他要转过来了，啊干，哎呦，yes. 他直接磨死你，靠背啊，我以为、哦、哎你死，哎。我有没有想说，他不会，是不是他不敢出的说，这个就叫霸气，他把他磨死了。你本来就要死啦，你早就该死啦，这個、就是霸气，好吧？你也跟我刚刚一样啊，讲那什么屁话，你也跟我一样，你就是靠对手失误嘛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已经死了。后面还有一局，后面还有一局。